大概。哟，完了完了，那个车子超速了。你要拿的牛皮，多拿的牛皮。是他妈警车着火了。上交所崩了，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成交量太大，服务器受不了了；还有一种说法是某大机构的空单受不了了，把网线拔了。哎，你们觉得是哪种呢？就另外，我又想起一句话：如果炒股票能赚钱，那么你连股票都买不到，挺有意思的。不是你们是买了多少啊？把上交所直接干崩了，直接不动了，挂单又挂不上，撤单又撤不掉的。我天，早上好像好几个证券都崩了。我今天4:30定了个闹钟起来加仓，迷迷糊糊的还好给我加上了，不然也是白起。持续干旱的天气到底有多可怕？朋友们，你们知道吗？今天呢，我就来到啊湖南岳阳的洞庭湖，带朋友们呢看一下洞庭湖啊，现在呢干旱到什么程度了？看看呢持续的干旱天气啊，到底啊有多可怕嘞？大家现在啊眼前所看到的这个地方就是远近闻名的洞庭湖，也是的四大淡水湖之一。这里的自然景象啊非常的好，每年呢都会啊吸引啊大量的候鸟啊来这边啊嬉戏。但是啊今年呢由于啊很久没有下雨了，这边呢是大变样了。你们看一下，基本上呢这边呢已经呢没有多少水源了，远远的看去的这个地面呢也起了很多裂缝，好像呢一片啊荒凉的沙漠。现在我把镜头啊已经转到这边，大家看到这边基本上啊就只有一些啊小小的水源了。像以前的话很多船只啊停泊在这边，像今年的话由于呢这个干旱呐、啊，这个水位的已经呢、啊、达到啊最低点了，所以呢现在这些船辆啊应该都停泊在别的地方去了吧。这边呢挖了一条沟，因为这个水源呢、啊、把它集中在一起吧。然后那一边你们看成了一片啊青青大草原，如果我不说这里是洞庭湖的话，你们还以为啊是内蒙古的大草原，其实啊不是哦，这里就是洞庭湖啊大草原，已经呢长满了一片啊郁郁的草地。现在啊你们看一下，基本上这里啊方圆啊上千亩都没有水。大家看一下这个地面，这个裂缝啊都裂这么宽了，可想而知啊今年的干旱啊
有多么的可怕，可想而知啊，今年的农民呢、啊、有多么的难。农民伯伯们呢、啊、现在呀、啊、种的庄稼啊也是的没有收获。你们看，连洞庭湖啊都干旱了，家里面很多水库啊现在呢也都啊干旱见底了，很多庄稼啊都被啊晒干了。现在你们看，一大片这里这个泥巴踩在上面呢、啊、咯吱咯吱的响，连草呢这一块呀、啊、都长不起来了。那一块的话还长了绿油油的一片草，这边可能呢干旱的更久，这个草呢都已经呢、啊、你们看都被晒干了。刚给大家看了洞庭湖啊到底呢干旱到一个什么程度了，你们刚刚也都看到了，基本上洞庭湖呢没有什么水源了，每天呢都是啊40度的高温。这样的干旱天气，朋友们你们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湖南都干旱到一个什么程度了吗？没有视频呢，大家呢肯定呢都不敢相信我们湖南呢干旱到这个样子了。我们这边呢已经呢、啊、2个月啊没有下雨了。现在呢带朋友们呢来实地的看一看我们这边的一个干旱的情况吧。你们看嘛看嘛，这是我们这边的水库啊，哎，是一滴水都没有了，见底了。以前的话干旱这个水库啊都还有啊一些啊小塘里面啊有这个一点点水呀、啊、现在呀、啊、小塘里面都没有水了，干枯到什么程度了。你看这个泥巴啊踩的那个脚啊嘎吱嘎吱的响啊，这个裂口啊裂缝呢你们看好大的裂缝口子了，这就是我们这边的水库。稻谷呢现在呀、啊带你们去看看我们这边的稻谷，可以说是颗粒无收啊。看嘛大家看嘛，这就是我们家种植的稻谷，看一下今天的稻谷啊产量有多高。那稻谷哎没有一个啊是实心的，都是啊瘪壳。你看全部啊晒干了，今年的太阳啊真的是对我们太好了。你看嘛种下去啊20斤种子收获了2斤稻谷，今年又省了一笔开支，收割机啊100多块钱省了，运输费啊省了，然后晾晒的烦恼也省去了。这个太阳啊真的是对我们太好了。你看嘛直接这个稻草啊都不用晒了，全部都晒干了，以后我们家都不用啊吃饭了，直接吸点能量啊就行了。刚刚来到我们家红薯地，大家看，如果我不说这是红薯的话可能你们都不知道。你们看这个藤呢、啊、完全的是大变样，以前呢都是啊绿油油的这个叶子，现在我们看这个叶片有的变成了金黄黄的了，有的呢变成干柴了，一捏啊就碎。这个藤呢、啊、现在呢看一下还没有我脖子长吧，这个里面的红薯应该挖出来还没有我脚趾头粗。今年的红薯好吃的，烤着吃蒸着吃
是最好的，因为小啊，一手指头粗，这个红薯就最好烤着吃，蒸着吃了。今年都不用啊，保存红薯了。我一个人应该都能一天呢吃个半亩地的红薯吧。这点红薯的话，大概呀，一个星期我们一家人都能把它吃完了。看这个藤，很多都已经呢晒干了。这里一片啊，我们看两个月没有下雨了，不知道啊这些红薯啊还能坚持多久。把我人都晒，天天在太阳底下晒得真的一点气质都没有了，乌黑乌黑的了。今年真的是太难了，这个红薯种的本钱应该都弄不回来，还要施肥呀。红薯虽然不用打药，但是要施几次肥，还要呢弄这个红薯种，也是挺麻烦的。但是看来今年真的连吃的都不够，别说是拿去卖钱，家里面的养的鸭子啊猪啊应该都吃不上红薯了。今年看这边这个藤都快晒没了，太难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有雨下。现在啊都深秋了，还是这么大的太阳，天气还是这么热，还是20-30度啊，甚至啊中午的时候达到30多度啊。这个天气啊今年怎么这么反常呢？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可增强免疫力，使疾病无法入侵，被称为万灵补品。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白参、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韩国优质6年高丽参为原料，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东医宝鉴》记载的9蒸9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另外，人参皂苷 RA、RF、RG3、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经9蒸9铺制作后的黑参，燥火性质进去，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是红参的6倍多，是白参的16倍。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